这次应该全了吧？好了，这几个崽子都全了。待会儿还得请出来捡它，应该是也弄个围栏哈。这么小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又胖了，走吧走吧。那小孩儿，我别掉了。这猴子是小熊吗？家长，当时是差不多你带着活动性，带的姿势都差不多。走吧。嗯Thank you.